男生的身体有一个向左的一个带动女生，那带动的同时，女生的右下盘和右边的身体有一个弯的一个动作，包上去的是从吧？这个臂式的一个位置变成啊，从这个分式的位置要换成一个臂式，所以看，当女生包过来继续转的时候，看会变成一个臂式位，臂式的一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上，啊，然后结束之后。男生踩左脚，右脚打开，女生的左脚走男生的两脚中间，然后接着从这个位置上再进行一个撇转，three，再结束。然后没这有一步，OK。在做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刚刚讲到一个升降的一个问题。那男生这一步在升的时候是要跟着女生升，不能快过女生升，所以是女生上升，男生只是跟随女生做一个上升的一个动作，所以男生不可以这样的干，一，这样撑起来跳啊，所以你看我在做的时候是一女生升，我跟着她，女生第一步做完，进入第二步的时候，也就是一进入到二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借助到这个惯性，女生先要包过去，要主动。所以我们要感觉是什么？女生主动，男生跟，然后再做后面。其实好跳，它只需要一个技术，一个想法，一个，它并没有多难啊。反正所有的舞步，当一个人跳是有限的，比如说我一个人跳这个动作，看，我一个人跳这个动作，我肯定是腕向前，对吧？二，撇转，三，到这里，啊，它是后面还加一个撇转。啊，做撇转的一个动作，划轴转啊，后面还有个划轴转啊，前面到这儿并套，到这儿并套，然后一个划轴转。好，所以说这个转动，看啊，这个转动，记住，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点，它这个动作你们首先要知道，它是不是反方向的转呢？向左边去的呢？对，它是向左边去的。左边去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，观念一个概念吧，就是一定要是脚的转动，千万要记住，不是上身在转啊。上身转呢，因为要考虑到舞伴在我的身体的右侧，如果我上身转，我们这个女生就会非常难受，她的身体位置就会不舒服。所以，我们所有的这个向左边系列转动，我们的脚的动作要意思不够。就脚的转动要特别强。刚才我脚向右边，是不是我说你不要考虑你脚的转动啊？虽然它在转动，但你的主观意识不要去考虑脚的转动，是吧？像这个动作，但是它会自动的去转，它会自动转。你要考虑到的是，反而左脚的运动位置，而不是右。但是在做反方向 big top 大陀螺转类似于，一定要考虑到是脚的纯粹脚的转动。不能考虑身体的转动，看啊，这是一个原则。我到这里，好，我走的时候看，我绝对不能身体转动，我一定是这个脚，而且这个脚转的时候，这个后面的左脚一定要在右脚的后边。啊，它是这么一个动作，看啊，它不可能有到这儿再过来啊，它一定是。用脚啊，如果我是加多一点，是这样的概念啊，就它从 one two，其实它就在这里。three 的时候是一个划轴转，看也是脚的转划轴啊，身体一定是少转，记住啊，身体一定要少转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为了女生的身体位置。啊，我先两个人配合一下这个动作，看一下啊。看一下两个人配合这个，你要找的这个动作比较清晰的位置。哇，好，我让女生去啊，这时候我会带动女生过来，然后我的脚产生转动，所以我在空中有一个这样的过程，保持我们相对，然后我的脚继续转动。过来，
所以说女生在运动中并没有感觉到一丝丝的这种你麻花的感觉啊。我有时候做这个动作做得好，女生就会感觉有点扭掉，所以女生永远还要放在这个位置。 1 2 3，然后续动作，虽然我觉得 1 2 3 and 啊，过度的。好，再来一次啊。好，现在说一下女生啊，女生在第一步向前，第二步男生给她信号以后，女生只要打横，打横的同时，女生要有一个头转头的一个位置。好，这时候女生就左脚并右脚，男生产生旋转。然后女生现在的动作是并脚的动作，对吧？男生的动作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时候男生要经过滑轴转，把女生的脚再放回到最好的位置，就要放回到最好的位置。啊，就这个动作它的难度也很高，但是也不是多难跳啊，就是要记住它的一个规律，这样大家在以后练习当中就会有一个指导方针。要不你就会很，你会肯定会想着用手。你看我们很多人，很多男士会用到手去带女生转，然后转，身体是不舒服的。但你说老师，我不用这个地方带她，这个女生没有反应怎么办？这肯定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。其实这个动作啊，当两个人来跳的时候，它一定有一个信号的连接点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好，现在呢你们看一下，我现在在斜方面，就斜的，你看我怎么去用这个动作去带他。看啊，我要是让他感觉到我可能要做这个动作，那我就是要有信号。再去，有没有感觉我的脚是一个拐的，我是拐脚出的，对吧？比如说 one foot big hop 的时候，我的这个脚我就会变成这样，我不能是这样的话，你的这个力量就不对了，然后你就会你的身体的接触点就不是很饱满。所以在这个动作有一个带女生的这个概念，就是要靠你的这个地方要给到女生一个信号，但给到她信号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右脚的脚位，它是一个踝脚，女生是打开，男生是踝，所以你看我和女生的脚是一个方向，看见没？一个方向，然后后面的动作就好办了啊，所以这个信号就会变得特别明显啊，信号就会变得特别明显。啊，如果我是打开的，我就很容易看我的头，我就很容易往我的右前方去，这个位置就不舒服，这个平衡就不好啊。所以说，女生在回头的时候，在她的左边的前方，男生始终这个动作，你的空间头的方位一定要在左边的前方，要强烈的去做到。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所以做这个动作，哇！啊，大家看我的头位，这个位置，啊，不是正的啊，不是正的，正的就不对了，一定是在这个位置。然后，啊，然后才可以连续，它就会有一个平衡。啊，所以这里面有几个点需要注意，一个是脚。啊，如果说你跳的是 tango， 假如说你跳的是 tango， 啊，这个信号就会更明显，啊。啊 ，tango 信号更明显。嗯，啊，也许后面就几根线。嗯，啊，也许是这线。我再一次。1 2 3 4 5 6 7，啊，接着是 tip， 然后这个脚必须要全脚
扣在地下，然后把你的大腿到横膈膜这一节都要让你的舞伴感觉到。嗯，你看我们现在后续动作有很多，比如说big top 接 back check， 你看我们 tango 里目前 tango 里有很多这样的连接，对吧？ one two one three four one two boom boom， 啊，这个临时做的。你看，如果我这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号，那我这个动作的平衡就不舒服，就变成这样。就没有力量，女生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